那么在进入到工地之前呢，首先这边的安保人员要对我们进行一下体温的检测，之后呢就是要对手部进行一下消毒。下一步呢，我们还要走到这样的一个临时搭建的消毒室，进入之后呢，工作人员就会喷洒消毒液对全身进行一下消毒。工地专门开辟了这样的一个区域，并在这里放置了3个集装箱作为隔离设施。那么工人呢，在以12个人为一个小组陆续回到工地之后，将在这里进行为期14天的隔离。为了避免出现聚集性感染，工地采取了小单元网格化的管理措施。在工地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每5个工人为一个小组，如果其中一人感染，只需要对小组的5个人进行隔离。这一小组在吃饭和回到住处居住的时候呢，也需要以小组为单位，避免与其他小组的工人进行接触。那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再进一部分熟练的中国工人，然后过来以后对这个新招进来的这个当地工人进行技术培训，然后用一个中国技术工人带8到12个这个当地工人形成班组，然后迅速达到这个达成个要求。Cooperation is really needed so that we can handle this problem of the world, and it will really help our country.If we can move and start all these projects that was planned before, we are very confident that all the plan and the project that has been planned will push through. Maybe there's a little delay, but again, this project will really help and will boost more friendship to China and Philippines.